大家好，我是妍妍。今天我表妹的那个小孩办满月酒，在他们农村的家里面，今天就带大家去看一下农村的爸爸宴都有一些什么好吃的。你们来关着，来，哎呀，拉下楼啊，走嘞。啊，兄弟们，咋就出来了？出来了，哎呦，你咋这样呀？嗯，咋的？给他捅一个来，给他来。要烦了，来快点。我去捡一口再来。下来。